Hello， 大家好哈，我是华哥。咱到养殖户家里了，咱在这边订了两条，一条黑牛，一条红牛，给他订好的。来，我们到他家取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他家的环境怎么样。来，这一家还是他这一家，你看门给开着呢，在家了吧？在，来了，我订了那两个牛了。哎呀，拿过来吧。哎呦，你这个银牛看门的哈，他叫啥了？叫土豆是吧？咦，看门的哈，专门放到门口看门的哈，看坏人不看好人，是不是？好家伙，这么肥啊，真肥啊，膘肥体壮的，还不卖呢，非卖品，说的给的价格高了才卖呢。哎呦，把你惯的。哦，这是我订的那两个。哎呀，漂亮漂亮漂亮，我不进去了，省得把你地板踩脏了。漂亮哈，漂亮哈，来订了这两条哈，订了这两条，来个袋子，尾巴都是内螺丝的哈，尾巴都是内，哎呦，这个不是内螺丝的，这个是内螺丝的，我记得，你还没喂它了吗？你喂它一下，等一下我带走，等一下你给它喂一下，行，漂亮的啊，这两个，这两个疫苗做完了是吧？行，跟视频一样。看的视频一样，一点没出入。我等一下，这个鼻劲挺大，确实大。这个鼻劲也大，看你这脖子呢，多好看。确实漂亮，确实大。你看你这硬牛皮的，它叫啥？叫土豆是吧？哎呦，你家我都真来了几次了，真的。土豆还要卖你？我来了它也不叫，第一次来的时候它叫，是不是？它现在不叫了，也不要了，看到没有？咦，挺乖的哈，挺乖的。咱带走这两个发货去，挺乖的。还有该出我的狗吧？还有啥狗？俺抱来看看。黑白花的，看一下。咦，这个硬牛漂亮，这硬牛喂这么肥，仰面朝天了，好家伙！这两个没卖了是吧？哎呦，刚吃完这两个喂了呗是？哎呦，再吃吃。我订了这两个还没喂它呢，你该喂一下呢，带走哈。咦，这两个黑白花的挺漂亮的。哟，这个接近大黑头了哈，接近大黑头了，看到没有？接近大黑头了。这个脸开的漂亮，这个脸开漂亮。哎呦，确实漂亮。哎呀，好家伙！哟，要是变成大黑头哈，脸上不开白，这个狗就值钱了，这个狗就值钱了。耳朵没完全立好，它是辅助立人，看到没有？它是辅助猎人的，有喜欢的咱评论区留言哈，评论区留言。他家的牛肉还是挺多的哈，看见没有？漂亮，来看一下。好了，咱评论区留言哈，咱叫他喂一下食，咱检测带走发货去。你说有牛卖呗？啊？五千？你是不想卖呀？你要五千？我加五，一。疫苗打完了，4500。哎呦，疫苗打完了啊！你家我土豆，他家的看门的土豆，你的惯的啊！等我走了你再出来吧。好了，等我走了你再出来。好了，咱评论区留言哈，评论区留言。不管谁身上搞的都脏兮兮的，来，咱给他带走发货去。漂亮，看尾巴都漂亮，这三个。转过来，转过来。哎呦，从楼上拿下来挺累的。过来，转过来。你看他那个脸开得非常正，非常正，对正花，对正花。这个黑牛啊，这黑牛也漂亮，鼻筋非常大。他应该打包发货去，打包发货。哎呀，这红牛也漂亮。好，咱打包发货。